朱桂堂，你有点好歹，我想狮子呢。既然想，我这不就回来了？对啊，啊啊，狮子。子孙啊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好，子孙回来了，子孙回来了。苏魂卿，我就是要你定量脱下嘛，你要不将我释放，天井扫之事办得真好。好，我的罪受一向真有办法，这回多谢你了。我知影你一定会无事，进来坐好，我泡茶给你啉。神师久久不发一语，你弟对苏某归来有何看法？不管遭遇什么种的困境，我相信你一定拢能化险为夷。我也未提起你遭遇什么痛苦了，所以我唔使恭喜你回来。你是要强和苦境，最终也是无失去你。为何你的意气尽切，却带有几分掩不住的低落？因为昏过来去死了。小鬼头，哈？是何人所为？哦，是阎王一阵。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，我必要将阎王提灭，我也帮助你。但不敌昏过来去，后来将郭瑶如何处理？已将郭瑶交于青石路顶人，后来协助不分多一面避免，现在只剩东平抵消郭瑶血路。东红平便是王九的真实身份。那我知晓他在何处，只是要前往怪环妖区，恐惧会时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必须提防阎王来犯。我在山间起阵，但这只是宽衣之计。若阎王入阵，您就会马上到离，这都逃出升天，你难道又要回怪环妖区丧死？不是丧死，在此前往怪环妖区，我也有充足的准备。不过现在我要先去会见一人，宁可提升阎王的人选。这天便你好好准备要在此前往妖区的物件。我有说我要再对你去吗？哎，苏环真才回来，连一嘴茶都还没喝到，又要喷泡了。